2022年度施政总方针是防疫情、稳复苏、保民生、促多元、强合作、谋发展。国家安全是澳门长期繁荣发展、居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保障。澳门特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，全面落实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，进一步完善爱国者治澳原则的法律和制度保障，将会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配套立法，继续加强国家安全执法，强化和拓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，积极创新宪法和基本法的宣传推广方式，提高普法成效，加强城市安全体系建设，继续完善应急指挥应用平台，健全防灾减灾体系，加强科技强警力度，全面预防及严厉打击各种不法犯罪活动，继续推进深化公共行政改革，检讨及完善授权和问责制度，完善公务人员管理制度，加强与立法会沟通协作，落实立法规划，持续推进电子政务，致力优化便民便商环境。本澳详细的城市规划将有序开展，并会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，推进重大城市基建工程，完善交通网络，推动市政建设，加强海域管理和使用工作，着力落实各项环境保护工作，为居民建设智慧宜居城市。